它一共有五天的任务。首先你进去就是它的地下四层，然后你进去一个房间，你看到这里面有，这是一个房间，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它这里有很多 NPC， 然后你要根据 NPC 所提供的线索，然后找到它的密码。那么亮，然后我直接说吧，第一关，第一关你看这个箱子，箱子，你看你看每一列它的箱子的数量对应的它的密码，然后你出去这个门，它会告诉你这个密码，这是第一关，第一关你就看这箱子的数量。它这地图上到处都是，哦，看错了，第三个是五，每一个人的这一个提示都是不一样的，啊，通关，简单，第一关很简单，看箱子的数量。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亮，还有个灯。好了，进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也是这下面的第四层，它这一共有五个房间，首先第一个房间是被封上了，然后第二个房间是一个书房，第三个是房间是一个有一个柜子的地方，第四个就是你刚刚的门，第五个是一个楼梯，但第五个你不用下去，因为你那个门都是进不去的。好，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活动是怎么玩的。首先你进来这第二关之后，你要来第二个房间，也就是这个书房，去阅读完这十八本书，其中关于这个方框成圆成爱心的这一个线索，它这个三个线索分别在这里。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说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可以不一样，比如说将这爱心向右旋转90度就得到一个提示。那么这个题是什么呢？你试一下把爱心向右旋转，是不是像一个三？所以爱心这个代表是三。然后呢，第二本书在这里，就是他说第一层有一本，有一个箱子，然后第二层是第一层的四倍，第三层是第二层的四倍，第四层是第三层的四倍。那么你算一下箱子一共有多少个，那么按照等比数列的求和，也就一加那个一加二加四加四加加到十六为止，加到十六为止你就算出一个结果，大概是85。这个，所以方框是85。最后一个提示在最后有一本书这里，那他的意思是你设一个2到9的一个数字，也就是说我先设一个 x， 然后我将这个数加一，也就是 x 加一，然后我将它乘二，就是2乘 x 加一，然后再加一个6，再除以2。
那就是 x 加4，我再减去你开始设的那个数，结果得到那个数都是一个固定的数，这个数就是4。也就是说呢，圆是4，那么方框乘圆乘爱心就是85乘4再乘3，所以是1020。这是第一种结果。然后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提示，就是那个3方框乘星加那个四叶草乘方框星方框四叶草啊，不这样子的话，你是另外的提示，然后得到另外的答案，而且这个符号都是对应不同数字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3颗星加爱心圆乘一个星这样的情况。然后你再回到这个房间，你就跟他输入，就是他是这个提示，所以结果应该是1020。哎，通关试一晚上。然后你拿到螺丝刀要到左边那个地图，你要去开门，但是你有螺丝刀是不够的，你要回去你最开始进的那个房间，然后他好像在那个相框后面有东西，好像是这里，然后要找到你的螺丝，找到他的螺丝。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它藏了一些螺丝，然后你点这一个，它这里有个螺丝刀，然后你 Ctrl，然后就拿到这相框后面的东西了。好的，然后现在要回去，然后去到最左边这个房间，你用螺丝刀站在这相框的下面，然后你就能把这个相框抠下来，然后就拿到一张纸，然后左边你看这个门的缝就没了吧，然后你进去来到这个地图，这时候注意，你打多少只幽灵，你密码就要做多少变化。你一定要记住你打了多少只，15。来找一下。
十五，那么你的密码就是1031减去十五，1031减去十五。过关，好，可以去二层了。Thank you.